是10岁得了厌食症的小女孩，你给我找一个暴饮暴食的中年油腻大叔干啥？我是青年油腻大叔。哎呀，那个腻不腻我先不管啊，那个我点的东西呢？你点啥了？一个肘子，两个鸡排，三个鸡蛋饼，一个大硕，两个凉茶，还有三个那叫什么啊？对，那罐头，黄桃罐，看着呗。这回明白了吧？你真的是倩倩姑娘吗？我不是倩倩姑娘，我是倩倩大哥。哎呀，不是你这逗我玩有意思吗？啊？那个，再一个，你营养不良吗？啊？我没逗你，你听我说啊，我骗你啊，我是小姑娘是假的，但我得厌食症是真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在我面前说你得厌食症了，你家没秤吗？啊，不称称吗？有，压坏了。哎呀，那个，你听我跟你说呀，这我不行，你一天送外卖挺辛苦的，还挺枯燥的，我和你互动一下子。我不想跟你互动啊！哎呦我的天啊！你说我一天送外卖，我多少活啊？哪有时间跟你互动啊？保安大哥不让我进，不是，还有一个跟我互动的。哎呀，行啊，就不说别的，你小区还有一个订外卖的，我现在我都送不进去。行，我给打电话让下来取啊。这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呀，小夏啊，还有这样，下回注意，不能这么闹啊！不是，你不开玩笑。哎，我是那个送外卖的，在你这个小区门口呢，让你们这个保安给我拦住了。啊，对，还有个跟我互动的啊，我进不去了，那个麻烦您了，您下来取一下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就像你跟我闹的，行了，我都不知道叫啥了。开玩笑，你别急眼子啥？你看你老急啥眼呢？不是谁呀？哪个保安不让进呢？他，玉小脸他，哎，这回热闹喽！玉小脸，哎，看好了啊，妮妮来了。我看你是那个坚守那个你的职责呢，还是你选择爱情呢？你选一个吧。怎么回事啊，于小脸啊？我选择。你给我上一遍！吓死我了！你这家还起个范儿，你吓死我了！我的妈！老妹儿啊，是你订的外卖吗？叫谁老妹儿呢？大姐，是你订的外卖。叫谁大姐呢？大姨。谁是你大姨？亲，上一边去。哎呀，兄弟，没事吧？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，这手劲太大了，哥。干什么呀，于小脸？我比较敏感。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哎呀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不是不让他进，你说这在园区新规定，一切车辆禁止入内，是不是？我得遵守这个规则呀。我是保安，我得以身作则，所以说我得管他，我没让他进。就没让他给你送吗？不是，你不好使，谁也不好使，就我不好使，你不好使，他进来都不好使，谁也帮你。不是，小梁，那外卖不是你非要去我家吃饭，我给你点的吗？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怎么错了？不是这于小脸啊，田经理，这干啥呢？这堵这么多人？啊，是这么个事儿啊。不是你刚才告诉我的吗？一切车辆禁止进入嘛。然后就是说，我就理解一下，就是你刚才说，反正就带轱辘都不让进。完了，等，什么玩意儿？带轱辘都不让进呢？就是带轱辘的都不让。我跟你这不写的很清楚，一切车辆禁止入。哎，不是我写的是一切机动车辆禁止入内啊，机动俩字呢？啊？哎呦我天哪！于小脸啊？怎么了哥？啊？就是你贴个标语都贴不明白了，是不是、啊？不是、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个街坊邻居，对不起啊，外卖小哥，没看着有个激动，我这可能太激动了，我呀，把激动整没了，你这，那啥，请你就误会，哎，兄弟啊，你这是自行车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不算机动车辆，来骑上去，往里走，快送餐去，快点，别耽误事。不用进了，咋的了？取餐的来了啊！那个餐在这儿。一句话挺不到位，就理解不上去啊！我是理解，我真是高估你的理解能力了。那个行了，也怪我，
那个外卖小哥啊，实在对不起啊，我真是就是一句话没嘱咐到位，耽误你这么长时间。但是你也别怪他啊，那职责所在啊，你们这都是为百姓更好的服务。对对对，明白明白，互相理解吧，是不是？外卖小哥啊，你等会儿，那个实在是抱歉啊，我就跟你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，其实吧，我就想提前吃一口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那下回别开了啊，不开拿着吧。那行了，那个我那边还有没送完的呢，我接着去送外卖去了。行行行。哎呦我天，辛苦了啊。没事儿，应该的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还整乌龙的。哎呦我天，注意安全啊。没事，我快。哎呦，为你点赞。哎呀，得给五星好评啊。哎哎，于小脸，哎，这么长时间，我估计我那肘子都拧上了。没事没事，去我家，我家微波炉给你热一下。能热透不？肯定的。我还吃热乎了。走走走，哎走，笨笨，咱一起去吃。对，行，走走走，我去吃一口。你不没啥事了吗？一会儿完事你给我整一个，我再贴上。行行，好嘞好嘞，行行，快去快去快去，别凉了，多吃点啊。多好啊，你这多和谐。不是，回来的，咪咪，你不是要给我吃烛光晚餐吗？